全体人员请出马，由着北京五林堂庆赞圣德都圣皇庙定鼓亮酒，由着许天根董事长、中兴化董事长、谢瑞康董事长邀请一同，由着本堂林玉堂主江信达、堂主文生宏，所以要全体同仁一同恭迎圣德五贤帝，立身文武尊心造桥，行最高三级功礼，全体人员一鞠躬。再鞠躬，三鞠躬，热情感谢五贤帝，咱全体执事感谢感谢。掌声欢迎来自咱北京五林堂，得到咱英禄堂主江信达董事长，所以咱北京五林堂全体执事人员一同，今日咱新店五贤帝，咱的兴大花团前来参礼祈祷，马上就到咱北京五林堂，恭祝战绩万万顺心，感谢大哥哈，感谢感谢。再次掌声鼓励他们，非常有诚意的一个表演，非常厉害，非常厉害。
谢来自汐止联合境我们的拔豆组，他们也感谢来自桃园同心社我们的北港北管老师，感谢桃园同心社我们的北管老师，再次感谢汐止联合境拔豆组我们的古玉老师莅临我们新竹。谢谢我们同心社所有的老师，谢谢代表新竹五全境，感谢大家。再往后一点点，再往后一点点，哈。